大家好，今天要教大家如何快速查看商品售价和预估利润。首先我们去 Inquiry， 选择 Customer Pricing Inquiry。 第一步，选择你要查找的商品编号和即将要购买商品的顾客。第二步，输入数量、折扣，以预估出售此商品后所得的利润。这个方法是可以让大家随意更改折扣额度，加入销售税，能更方便快速地得到预估利润。